这个一般还台会是中文台，对对中文。阿胖，你就是这样比较好了，不用等到我了吗？不好意思 ，OK， 不好意思。哦、okay, oh, oh, ，真的蒙都来了，不好意思 ，W。上次我们玩那个蒙都就普普通通，我觉得啦。我是不喜欢，我比较不喜欢这个角色，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试。你不喜欢巨乳吗？他不喜欢喂，这是游戏嘛，你懂的。哦，他能帮我赢得胜利比较重要。他长得再漂亮的我都不喜欢。所以是墙角控。是啊啊，不是吗？他说你墙角控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会怎么样呢？哎呀 ，Poison， 是否有对策 ？Poison 偷偷改墙吗？哦。感觉那个上去的感觉就不会，就是好像很哦，这些好像发生很快，对啊，好像完全不给制作人面子啊！哎呀哎呀哎呀！我哎，马上推进角落，哎呦，哎呦，林野猛攻，哎呀，哎呦，太短太短，哎呀那，哎呀削弱，难道就是为了今天？难道的对策就是白银啊削弱？对，爆头升级赛。上次啊，好像在那个场侧那个风车的时候，哎呦 ，Elena 好强！为了对策，就是把 Elena 判定角落。不要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哎呦你怎么样了？哎呦，林野跟他自己调动，他知道距离是哪边是不会有事。对，哎呀，好坏！这拿了弓箭打。烈火踢断。对啊，烈火踢断。现在过头，过头了。哎呦，潘潘伟先生很熟练的。对啊。好压制，哦哦，哎呀，哎呀，掉漆，哦，然后像拿下第一个灯，不是恭喜你，下次看比赛是吧？对啊，现在正式比赛的感觉，好棒啊！哦，被踹一脚，哦，好厉害！红色我还抓不太到，上次抓不到他用的时机，对，那个要慢慢转，要不然电梯反应迟到。对啊，哦哦，而且一次两个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点改了。我们上次玩的时候两个啊，一直都两个，不知道会不会在玩目前的两个。游戏的话，有些角色可能会选择用双拳取消，一样是两个技能。啊，对啊。哦，啊，没关系，很少。留一个大波弹。对。好少哦。少。因为他是双 U。哦，对哦。中了中了。OK。哎呦，基本上威力也会中。对。六。哦，凹了，这个凹了，什么？直接性的，就是他是摔。哦，哎呀，回馈好像变成。哇！哇，吓到！哇，把那些干的，那些先。呀，我一直没把死，我一直没把死，被逼到绝境。对啊，要再一次吗？再一次，最后一场，真的最后一场。哦。来。我每个人都凹场的机会，给大家再投一块。啊，没有，现在投三十，现在投二十，这个很贵，这个在目前市面上还不到，现在500块。哦，500块一到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省500块起来。但我都没有玩，我当然没有机会玩惨了。我只能看你们打而已，我的妈！可以到脑内补啊，对，脑内补。还有哪边？哦，三个。对。看看，啊，妈的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村子上？哦，应该是转这个师傅。对，哎，破布鞋，布鞋打，布鞋，哎呀，正好破一层，那个气功会不见。对，哦，布鞋又没了，又没了。哦，哦，林野认真了，林野先生。哈哈哈哈哈！灰人的，你觉得这样子的打法算比较怎么样的一个进攻方式？比较算，我觉得比较偏向防守面的角色比较重，就是防守面吃比较重，不是很主攻在，对，很不需要比较做主攻，对，比较被动一点比较多，而且又有气功，对啊，做先制，做先制，还蛮传统的啊，骚扰型角色啊，算是骚扰，哦，对对对，哦。那Elena就是，Elena就是比较更骚扰型的角色，就嘿嘿，对，更骚扰，踩你的脚，哦哦，为什么这么慢？为什么会走？哪里红魔挡不是应该挡得下来吗 ？Why？ 不是应该挡？哪里红魔挡了？呀，我的光大手感，然后拿起来还可以，他想凹招吧？我觉得他想凹招，哎，不过，哎，怎么下滑有问题？对，为什么可以进得去？翻板可以吗？我没有注意，可是感觉可以穿气功，有点过分了。对啊，可以穿气功。啊，好嘞！
小象先让制作人不需要啊，再把这人干掉。然后就下次那个 A 拿更多。太好。哦，想让你也学得出来啊。哦，可以接，可以接 A。哦，这个印子好像比上次还大。对，上次印子很大。对啊。那个这个是自杀招。对啊。黄不鞋，哦。林爷要怎么一逆转呢？啊！死掉了。林爷。Yeah, 強いね。也敗。強い。很強很強。果然還是很強。謝謝。謝謝小象。謝謝葉之文。啊，今天很謝謝大家。哦，謝謝葉之文。いや、でも一本取れましたよ。いいね。至少有一彩。對。